回脚了，成腰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给我的几只这个小斯塔福，拿了个来铺来草坪，我拿出来给它玩玩一会儿。20天了，今天这小狗也会跑了，拿了就在外跑跑。等等，再给我拿去。看见没有？三只小狗，现在已经20天了。我这，睡得还香的呢。来，把它放里边去，再一会儿跑一会儿。哎呀，哎呦！俺家吃多肥呀，这快吵过来了，闻见我的臭脚的味儿了。训这样的，再过段时间他耳朵都该拆了，都该小耳了。他这个拆耳比较费劲，他这个拆耳聊着，因为他跟那个中亚不一样，中亚下生剪片都把耳朵给拆了，这个得用剪刀剪，撩针，大忙呀的，因为他这个耳朵剪出来是利利的感觉。你看那小肚子吃的，跟这样，吃费不费？呀，也趴这了，这个，嘿。哎呀，那腿儿，你咋这么老实？啊，这个，这小狗品相不错，啊，嘴馋又短，头板也不小，这爪子，那爪子，有点皱皮，有点松皮，啊，这个姿势站的。因为放鹅娃那个狗，来，可能没睡醒呢。这只这中间长点歪，特别匀称长的，匀称，四蹄踏雪。啊，这几只小狗都是，那小蹄儿嘛，都是蹄儿有点歪。俗称四蹄大雪。小尾巴，它的小尾巴呢？给它别一点扔，绝绝的。20天会跑了，啊，对，走路一哼哼的，啊。四个蹄儿长特别均匀，都是蹄上一点歪。这只在这趴的也不动啊。嘿，小公狗，没睡醒了，长得特别匀称，都是四个蹄儿长一点歪。这个是眉头到鼻尖鼻梁那块儿。一刀掰，哈，还咬了还，回家了，还咬了。你看这小眼睛，没我斯塔福，眼睛都放没我。蓝色的眼睛，这狗都趴到我腿上来了，找奶吃了应该是。皮毛特别好，松皮，看着特别漂亮。再长长耳朵一踩，把这耳朵给它一踩，缝完针，梳理完耳，那头板再一边拿，特别漂亮的这狗。避雷针，一般的避雷针，去那样的，去那样，
跑跑跑跑！哎呀，去哪儿啊？这只不再跑，说它吃的嘴废了，嘴馋还说它的嘴短，你看嘴馋，说它嘴短，它长得还特别灵嘞，从这一道摆，啊，今平时说它嘴环，今天说它嘴黏了。这个小公狗头板要比这小母狗头板大，别说不是所有品种，我看了都是那个母狗的头板没有这中狗的头板要大。你看这只小中狗小公狗，它头板大，嘴长还短，特别跟那长那个小猪猪长的。这只就是小母狗，你看头板没那只小公狗大，但是这只狗特别壮，特别。练练都是输他先会跑，别跟他体格没人打，脚也是他先会脚。这个也是小公狗，但是这个头板没有那只灰色的头板稍大点，但是他的这个就是这一块吧，比他不细，因为这个肚子这块，哎，滴答下来也挺漂亮的，是不是？他比那个也不细，就是这点比他还要粗，就是头板。没有那么大点儿，应该它吃的比它比较费点儿吧。来吧，现在跑，小短腿儿，等它那个来趴一下，趴一下，嘿嘿嘿，短腿儿，我把鞋都脱了，进来给它几个玩儿。堆到我这儿不动了，在这坐着了，小耳朵，过段时间耳朵一踩，缝缝针给它立起来。这只狗比的刺儿，这刺儿不好看，后背跟那中央上比的刺儿，不刺儿找不着灵魂。行，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，有喜欢的给点关注，我们下次再见，再见。